做人一定要说话算数，一生一死活个人，是要有个好人品，死要留个好名声。一个没有诚信的人，别人同样不给你诚信。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，妄想别人对你说话算数。一个没有诚信说话不算数的人，肯定成不了大事。许下的诺言，答应的事情，用心去做，努力完成，别让自己变成骗子，别让他人把你看扁。每个人的一生中会和许多人打交道，但互相信任的人却很少很少。其实只要你诚心诚意跟对方交往，对方也会以真情回报。做人一定要说话算数，别让誓言成空谈，别让承诺成欺骗。信任是心与心的靠近，信任是情与情的交融。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，被人欺骗是一种侮辱。真心不多，仅仅一颗，信任难见，仅仅一次。做人要说话算数，无愧于心，做事要踏踏实实，认认真真。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，信任别人是一种态度。诺不轻许，言不伤人，宁可自己吃点苦受点累，都不要失去诚信。什么叫信任？你能无所顾忌，袒露心声，我就心知肚明，守口如瓶。鸟儿对森林信任，所以才敢停留栖息；鱼儿对江河信任，所以才敢游来游去。自己说过的话就一定要算数，自己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。什么叫诚信？不欺人，不骗人，不利用人，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，做老实人。做人一定要说话算数，借了别人的钱熟悉归还，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履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